每个人都各尽其力。为了氏族，欢迎你，双狼们！钢铁部落来了。就在此刻，他们正往雷霆隘口进军。但是双狼氏族已经重整旗鼓，我们一定能保护这片土地。Lok Narash， 双狼战士，准备迎战。我们要守住这里。德雷克塔尔，你能跟大地交谈对吧？可以让峡谷崩塌吗？这是个无比艰巨的任务，我没有办法保证。我能保证，萨满，只要你能让峡谷崩塌，我保证能让敌人待在谷底等着。我会尽我最大努力。动作快，家人，他们来了，就是力量。坚守岗位，双狼们，等他们打过来。再来啊！用你们钢铁部落的血染红我的斧头！在炮火下难以作战，破坏那辆坦克。好的。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炮。我有最优秀的导师德雷克塔尔。你应该告诉你的老师，别光靠铁锤，要多用用脑子。他要是听到你这么说，一定很高兴。是屠杀吧，但他们还是不断冲过来。我知道，这正是最棒的地方啊。麻烦了，格纳尔，去助他一臂之力。还以为你不会开口呢，弟弟。你也去吧，英雄，看着我哥哥，别让他丢了小命。我有听到哦。
谢你，你救了我的命。待会儿再谢吧，萨满，我还有一堆敌人要杀呢。一定是雷霆王。敌人来了，坚守岗位。来了一只伊莱克，这个让我来。看看你送来的这只可爱小狗狗杜洛泰，它会什么把戏吗？会呀，是会几招。来呀，小狗狗，来玩我丢你捡。德拉卡，来加入我们钢铁部落，把你的护甲扔了，跟真正的男人定下来吧。需要多少时间？再一下下就好了。我们都指望你了，萨满。出击，杀了那个东西。
欢迎你，双狼的朋友，要坚强。什么事？狼群与你同在。我来了，狼群与你同在。缓解你心。你想干什么，洛塔？为了部落的荣耀。我能为你做点什么？为了胜利而战。说吧，为了双狼。